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，第四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主持人奖。跟住落嚟要揭晓嘅系2013年第四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主持人奖嘅，我哋一齐睇下大屏幕。爱人民者，人民爱。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、中文国际频道、英语国际频道、第七套节目高清频道以及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。大屏幕的视频一出来啊，现场很多人在欢呼啊，因为有很多他的粉丝，包括我在内。来解释我，我也是他的粉丝。那么接下来我将宣布第四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主持人的获奖者是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周涛。周涛，有请周涛。同时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亚洲电视主要投资人王征先生上台为他颁奖。亦都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，第十届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亚洲电视主要投资人王征先生上台为我哋颁奖。好，我们王征先生也是周涛的粉丝啊，携手上来啊，迫不及待。好，请两位合影留念。再次祝贺周涛，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。恭喜晒，亦都多谢晒王征先生嘅。